我曾经得到社工的帮助，所以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其他人。中学的时候，我和朋友参加社会创新比赛，当时我们邀请了市民踩单车发电，希望可以将产生的电力转赠给劏房户，减轻他们电费的负担。但实行了才发现，踩单车所获得的电量远远不够需求。于是我们转换了方向，用这个失败作为点子，呼吁社会关注劏房户的需要。最后我们夺得了比赛金奖。现在我修读社会政策和创业的课程，向成立自己的社企的目标迈进，希望可以用创新思维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，坚持当日的初心。我是徐楚君，今年理大得艺奖学金得主。